上班族三餐不均，伤的不只是体力。就是说，很多人会早上没有食欲啊，那因为晚上是他的最大的餐，就会变成他的早上就会吃饱。我觉得是这样，睡前吃的越饱，早上饿的越快。对，早上越饿。所以昌明哥就要回来看你们家族有没有糖尿病史。哎，对，是这样。今天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